赵子非一人一时一地，因此会造出同样的意识而自行不同。自因会可能有三种状况，第一同因，第二双生，第三叠云。由于造字的人地时不同，所以会产生自行不同、自意相同、自因相近的文字。这两者彼此互相的训示解释叫做转注，清楚了吗？这是一所六书里面我们说四体二用。四体是什么？告诉我。象形指势会意形声。好，这是四种造字的方法。二用是什么？转注假借，就是运用文字的方法。转注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也很清楚了。那么这些例子同学们也自己都看看。接下来我们介绍假借。是不是你丢遍？假借，说文解字序，假借者本无其字，一生托事，令长事也。所谓假借，就是在记录语言时，因为同音多同义，借用已造出的同音文字代替未造出的文字。所谓本无其字，是表示语言上已有这种词汇，可是文字的形体未曾造出。所谓一生托事，是指记录语言时依靠同声音的文字来寄托一下会说不会写的意思。本无其字，是指自行而言。一生托事，是指自因而言。段玉裁，如汉人为县令曰令长，县万户以上为令，减万户为长。令之本意，发号也。长之本意，久远也。县令、县长本无其字，而由发号久远之意引申辗转而为之，是谓假借。假借的开始虽然是本无其字，一生托事，可到了后来，本来已有的字在记录语言时，因为一时想不起来本字，或假地不知以地已造出此字，或用字当时的人不知古代已有此字，就用另一个同音的字来代替，也叫做假借。甚至用了错别字也冒充为假借，这是假借演变的过程。我们分为以下三种：一、本无其字的假借。段氏举许书用以为者来解说各字为例。
其《说文解字序》注中说，许书凡言以为者，用笔为词也，如来周所受瑞脉，来某也，而以为行来之来，呜啸鸟也，而以为呜呼字，鹏古文凤神鸟也，而以为鹏党字，子十一月阳气动，万物滋也，而人以为称，为相背也，而以为皮革，西鸟在朝上也，而以为东西之西，言以为者凡六，是本无其字，一生托世之证明。说文九千字中，几乎每个字除本意外，都有引申辗转而为之的假借意，因此依段氏之见，这些假借意如不曾另造本字，都可以认为是本无其字的假借。好，暂时到这。说文序解释假借，说本无其字，一生托世。他举例另长是也，这在序里面我们看到断柱他举出说文里面凡言以为者，认为是假借，本无其字的假借。他又举出在说文中有六个字，许慎解释有以为这两个字，比如最明显的西鸟在巢上也，和以为洞悉之悉，这个我们说过，本是象形。鸟在哪里？巢上。它在巢上是干嘛？想睡觉休息了。白天出来觅食，飞了一天累了，回家休息。本意是鸟在巢上，被借为方向的戏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字，你不会想起它是鸟在巢上休息的意思，你看到它，你只记得是东西南北方向的戏。所以后人想要再用到鸟在巢上休息的时候，他就再造一个字，七。还有个写法，七休息，七本是七息，借为
方向东西，这是假借，本无其志，一生托世。这个清楚吗？许慎举的是令长是也，跟这个同意，本无其志，这是假借里面的一种。除了这个本无其志的假借以外，第二，本有其志，读一遍，本有其志。二，本有其志的假借，本有其志的假借，源于记录语言时，仓促间想不起本字，于是就用同音的字来代替。段氏荟萃《说文》中言，古文以为的字为例。于《说文解字序》注中说，其云古文以为者，洒下云，古文以为洒扫字，书下云，古文以为诗大雅字，考下云，古文以为巧字，签下云，古文以为闲字，这些都是本有其字的假借。古文及经典古字，因为声近意通的缘故，往往本字现存，偏不用本字，而用同音的假借字。学者改本字读它，就怡然理顺。照借字读它，却以文害词。所以汉代经师作注有读为之力，有读约之力，都是把本有其字的假借字改回本字。好，我们先说明这个本有其字的假借。比如我们这里举的最后那个间段注说，古文以为闲字，也就是说本有闲字，而古文它借间为闲，《说文》里面说，古文以为，比如这个字尖底下，他说古文以为，这是说古文本有闲字，借用间为闲，古文以为本有闲字，借用间为闲，其他例都一样。
汉代经师作注有独为、有独约这种例子。汉代经师像郑玄，他注经往往说贤独兼独为贤，或者说兼独曰贤，就是把假借字改回本字，明白吗？是独，所以独曰独为是改回本字。接下来看第三，别字字末为假借。三，别字字末为假借，在某一时期约定俗成的使用某字代表某种语言，就假借者约定俗成的某字来表达。这种假借纯由声音上的条件造成，与借字之意没有关系。纪纲先生《说文条例》曾说，假借之道大别有二，一曰有意之假借，二曰无意之假借。有意之假借者，声相同而字意又相近也；无意之假借，声相同而取声以为意也。故形声字同声母者每每假借，语言同语根者每每假借。进而言之，凡同音之字皆可假借。如与前三种之说参看，就更清楚假借的道理了。假借不是造字之法，而是用字之法。那它的功用在于结文字之滋乳。关于假借的分类，有假借正例跟广义假借两种。正例即本无其字的假借，又包括有意的假借与无意的假借。广义的假借即本有其字的假借，也叫做通假。以下说解会举例详细说明。这里提到纪纲先生在他《说文条例》里面，他说到假借之道大别有二，一曰有意之假借，二曰无意之假借。有意之假借，声相同而字意又相近也。这是有意的假借，声相同而字意又相近。无意之假借，声相同，取声以为意也。这两者似乎
会让我们混而为一，是吗？我们翻到后面，纪庚先生的《说文二十一条例》，大家一起找找看，这一条是在第几条？有找到同学告诉我。十七。哎。十七。十七。十七条，假借之道，大别有二：一曰有意之假借，二曰无意之假借。有意之假借，声相同，意相近也。这是有意的假借。无意之假借，声相同，取声以为意也。我们后面有立志，而乳女乳奶儿肉，这些声相声相同，取声以为意。举的这个例子是属于纪庚先生说的声相同，取声以为意。而前面说的有意之假借，比较清楚的是前面我们看过一些形声兼会意的那些例子，也就是形声字的正例，这是有意假借，声相同，意相近。而声相同，取声以为意，就像我们这里举的这个例子，它本身呢，这些只是字音方面，在声音上彼此相近，字意方面彼此并不相近，这是他说的这个条例十七里面说的声相同，取声以为意，明白？在前面说的形声，我们讲到形声之正例，声必兼意，我们举了十几个例子，那些是有意，意相近，声又相同，意又相近。这个声相同，意不相近，这是取声以为意。纪庚先生后面说，故形声字同生母者，每每假借。这一句话清楚吗？一定要弄清楚，没有问题吧？真好。语言同语根者，每每
假借。什么叫雨根呢？前面我们都说过的语言的根基，它不跟字根不一样。字根是指什么？形声字的声母，字根。语根像这群字，它字根不一样，但语言的根基是一样的，叫语根。所以他说语言同语根者，每每假借。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，记得这个例吗？庄子里面的，即使我一弱便矣，若胜我，我不若胜，若果是也，我果非也也。你刚读会一头雾水，只要你弄清楚，声韵上我弱就是你哦。语根相同，他假借若为你，清楚了吗？你就豁然贯通。这时声韵学再让我们解读古籍有这样的个方便，你要把这一群字里面他用了很多肉，即使我一肉便矣，若胜我，古书没有标点，你如果恍然看到这一则，又没有标点，文艺你一下又通不了，你几乎不知怎么样标点，是吗？很麻烦是吧？哦，如果忽然被你想出来了，原来这里面把这个弱字通通代换进去，现在就清楚了吧？我记得上次讲过是吗？他后面还有一段倒过来说，后面还有一段，我胜弱，
若不我胜，魔果是也。他用一个俄字，俄果非也也。他用一个俄字，他不再用这个若字。结果你一看，哦，原来这个字就跟他在一起，他们是一伙的，是吧？他们这一伙，哦，把我们搞糊涂了。即使我以若变你，若胜我，我不若胜。若果是也，我果非也也。他又反过来说一遍：我胜若，写得下来吗？若不我胜，我果是也，而果非也也。他又用这个而字，这是我们上次举过的例。这是假借，假借，我们说通假。后面我们举些假借的例子。第一个看到有意的假借，令。说文发号也，从集结。令的本意是发号施令。汉代一个县份如果有10000户以上的县份，这个行政长官称他为县令，这是用发号施令的本意引申，这个县令可以发号施令，所以叫他县令，这叫有意的假借，借用发号施令的令为行政长官，这个县的县长叫他县令，明白吗？有意的假借。西，刚才我们才说过的，本意说文说鸟在桥巢上，日在西而鸟。栖，这个栖当栖的意思，鸟栖息，故因以为东西之西，假借为西方。为什么说他有意呢？因为是日在西方嘛，所以假借为东西南北的西。看周这个字，本意说文说水中可居者曰周，说文说这个说他是说从崇川，水中可居者，这是舟的本意。河中间往往有一块像小岛一样这种土地，称之为舟。
那称九州这个州呢，就是引申义了，不是它的本意了。本意是水中可居的小舟。年，说文，古熟也，重合千声。说文还引的春秋传曰，大有年。他又引俄雅说，夏称岁，商称世，周称年，唐虞称载。这是说文许慎告诉我们，年本意是古俗，稻谷一年一熟，在北方一年一熟，南方有二熟，甚至有三熟的。本意是年，年本意是稻谷一年一熟，那么借为年岁的年，借为365天一年。夏曰岁，商曰世，周曰年，唐虞曰载。哎，有时候我们看到电视节目上，那古装片，皇上出来了，臣子就喊什么？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那这个皇帝一定是下代的时候，是吧？那你可不可以改为万年万年？万年万年。那就要看这位皇上喜不喜欢了，他喜欢当然好，不喜欢就有点麻烦，是吧？鹏这个字，说文是古文凤，象形。凤鸟，哦，凤飞，群鸟从以万数，故以为鹏党之。这里说它是凤，本是一种与其他的小鸟不太一样，在说文里面，古文凤有这么一个古文，翻开说文看有吗？看我有没有画错，找到吗？有没有画错？没有。我唯恐画错，一定要你对照确认一番。这个凤
我们以前讲象形是没有讲到吗？没有。哎，没有啊。那留给同学一个小小的题目，你们去找我们这里如果有甲骨文方面的书籍，把凤子查一查，它很漂亮，这个凤鸟，它羽毛呢后面风一吹呢偏偏在那动，那个凤鸟，甲骨文的凤很漂亮，头上还有个冠，有点像现在的孔雀。哪位同学如果查到了拿给我看看，我记得是很漂亮的鸟。那么这个鸟呢，说文是说它是 像是鸟中，鸟中之王的样子。他说它一飞呢，众鸟从于万数，凤飞群鸟从于万数，故以为。以为两个字什么意思？假借。对了，故假借为朋党，也就是朋友的朋字。朋友嘛，都是三三五五聚在一起。那么这凤鸟嘛，它像是鸟中之王，它一飞，跟从它飞的有一大群，万数，从于万数，所以一大群，就像朋友三三五五一群，所以以为借为朋友的朋，明白吗？这是根据说文这样说。那在甲骨文，有些学者他认为朋这个字并不是说文里面说它是这种神鸟，它是另外一种说法。我们这里根据说文的解释，那古文字学那些学者他们怎么说的，同学们可以参考。下一个来，这个字以前我们讲过是吧？它本意是什么？麦子，哎。那么，因为是上天所赏赐来的，周所授瑞麦，是上天赏赐来的，所以故以为。他又来以为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假借为行来，就是来来来去的来，是假借意。下一个强，本意说文是功有力也，从功强生。本意是如此，那国势强盛也称强，这是
从公有力这个墙假借来的。下一个字，这个字同学也认识了啊、哦，那么现在用这个鼻子当自己是什么意思啊？假借，假借意。这个棚子说文里面有吗？就是在刚才同学们查过的奉旨的后面，他说译古文奉，这个字我们读它为什么？凤鸟的凤，译古文凤，这边是声符，那么可证同这个凤清纯与众纯的关系，明白吗？能告诉我这个棚啊，是哪里来的？从我们那个北命坤来的，想起来没有？北命有余，七命为坤，坤之大，不止其几千里也。化蛾为鸟，他很厉害不？他会。他会画呀，北命有余，七命为坤，就是我们画的那个北命坤。坤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几千里还加一个不知，到底几千里不知道。很大的鸟，很大的鱼，北命有鱼，其命为鲲，鲲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然后他很厉害，他会变化，化而为鸟，其命为鹏，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
所以我说这鹏是哪来的、哦、原来是我们画的那北冥鲲来的，它变化来的。庄子存书寓言，鲲实际上是小鱼。那天我们不是把它装在一个玻璃缸里面放在桌子上吗？其实它是很小的鱼，庄子把它变成很大。鲲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？鹏与凤的关系。凤的古文就是虫鸟鹏声，大鹏鸟的鹏。凤的古文大鹏鸟，也让我们再一次证明古无清纯音。现在这个凤古文就是大鹏鸟的鹏字。前面我们举的是有意义的假借，接下来看第二无意义的假借。像佛说文仿佛也，从人复生。仿佛是佛的本意，那我们现在用的，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佛祖的佛是借因，它是无异于一生的假借。你说我们书上说是因异，这个字读我听听看。不得，大声一点。不得。 No。我知道普语叫不即是的，不即是的也是不。闽南语不咒，佛祖不咒是吗？众存，所以现在佛祖的佛清纯，本因就是众存。做它的译音原来也是波是吧？是，我读不清楚，请你大声读一下。波的，波的啊，跟这个普语不吉斯的一样，都是重唇，与闽南语的不做也是一样。有客家语，有同学能讲客家语吗？广东话有吗？你试试看。像是佛怎么说广东话？佛。啊。哦，你已经变清纯了。从本音读 Buddha 就能证明这个佛教传进来当时音译，当时的音这个佛就读不打，那么也从闽南语也证明保留的古音不造佛祖不波波泼摸的波。我曾经有听到有人跟我解释这个佛什么意思，他说
他说你看这个字，这边是人，这边是福，福就是不是的意思。他说他说佛不是人。哎，我到现在不理解，但是这是个人的意说，不值得隐蔽一说。我们很清楚知道他是由不吉斯达布达的音译，是众纯音，它是跟这个字的本意仿佛是完全不无相干的，这叫无意而只借音，无意的假借。再有看下面的例子，榴莲它本身是榴当子，莲是副车，跟榴莲这个音呢意思上毫无关系，它是现在这个译音榴莲是连绵字，表示依恋不舍，跟本意榴莲无涉，只借它的音。我们引到梁元帝《长歌行》，人生行乐，何处不留恋？我们现在说流连忘返，只借它的音，跟流连两个字本意无涉。下一个例子，习习，习说文是树非也，从雨白生，引得诗经习习古风。某传说习习是何树木，跟本意树非是无关，只借它的音来壮和风之声。下一个之，说文是出也，像草过侧，之景亦大有所之也。大家把硕文翻开之，看小篆怎么写。像草过侧，枝叶刚刚冒出来，这代表地面，所以枝有往上生长的意思。它用作介词，知乎者也的知，跟这个本意无干。记得我们昨天说的吗？
太原先生说的是吗？转注当介词用就等于的，知的也。就是跟本意无干，只借它的是字音。那你说现在我们说话这个笔是我之，这个红笔是你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需要转注。加个转注他们就懂了，你之我之。看下一个字，烟，烟鸟，黄色，坠江淮，象形。哦，烟原来是种黄色的，江淮那边很漂亮的鸟，黄鸟，本意是黄色的鸟。用作指称词等于与之的合音烟，可带人也可带物或带事，烟这也是无意一生的假借。接下来我们看广义的假借，读一遍。三，广义假借。一，同音假借。假真为真，东方漫欠，非有先生论，为周之真。真诗大雅文王原作真，生子真为本字，所从生母真为介字。说文，真卜问也，从卜背，背以为志，亦曰鼎省声。经房所说，质盈切，鼓声端扭，鼓韵十一步。真，纲目也，从目真声，质盈切，鼓声端扭，鼓韵十一步。二字鼓音同，故得通假。假圆为圆，圆彦博，三国名臣续赞。欲圆者，不以信诚率众。圆，晋书作圆。生母圆为本字，生子圆为介字。说文，圆源泉也，从为源生，独若源。王问切，鼓声盈扭，
古韵十三部，原物数也，从备为生，王权妾，古生盈扭，古韵十三部，同音故得通假。假文为问，王仲宣从军师，但闻所从谁？文未至作问，问为本字，文为介字。说文，文之声也，从耳门声，无分切，古声鸣扭，古韵十三部，问训也，从口门声，王韵切，古声鸣扭，古韵十三部，二字所从声母皆为门，且音同，故得通假。假后为后，司马长卿，上林赋，然后杨洁而上服，后后汉书，后汉书作后，后为本字，后为介字。说文，后既体君也，向人之行，从口，虎口切，虎声狭扭，古韵四部，后齿也，从赤腰虽，腰虽者后也，虎口切，古声狭扭，古韵四部，二字与根相同，不音同得通假。好，第一个例，真与真，其实就是形声字，声母与声子，同学们一看就清楚了，是吧？这两字同音，就是说同音的假借。第二个例子，原他的声母元，所以声母声子因为字音相同，像假借，第三个例，
闻和问，像这两个字闻和问，通假的问题，同学们一定能一眼看出来它的声符相同。声符相同我们就称它声母相同，又称它什么字根相同，形声字的声母又称字根，字根相同。这两个字看不出字根来了吧？它之所以能通假，你碰到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办？真好，再说一次，怎么办？查反切。查了以后怎么办？生有，他万一查出来两个环境又不同怎么办？你当然希望查出两个环境一样，是吧？如果不同怎么办？查声韵，查它是声和韵。声就根据我们的四十一声流表，环切上字表。韵我们目前用的是段玉钗的古韵十七部，看看它的声和韵的关系。这两个字后它不是同声同，不是同字根的形声字，所以这种问题你要想办法使它，要想办法明白它到底能不能通假，那就是刚才我特别要提出来问你的，你一定不可以忘记，你一定要晓得应用它。查反切，查声流表，查韵部，这两个字查出来，竟然都反切上下字竟然完全一样，虎口切是吧？啊。真是高兴，哎，我们不必查声流表了。以上说的是广义假借第一项同音，第二项双声假借，读一遍。二，双声假借。贾蓉为二，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，李陵既升降颓其家声，而仆又耳声声响。李陵既升降颓其家声，而仆又二之残事。如纯曰：“二次也，若人相次也。今诸本作荣字，按《汉书》亦作荣字。二为本字，
荣为介字，说文二次也，从人耳生，仍立切，鼓声泥扭，鼓韵衣布，荣草荣容貌，从草耳生，耳容切，鼓声泥扭，鼓韵久步。二字所从声母皆为耳，双声故得通假。假灵为连，曹子建七起，韩方陵之朝归。注：史记曰，有神龟在江南嘉陵中，常巢于方莲之上。陵与莲同，莲为本字，陵为介字。说文：陵，陵耳，卷耳草，从草令生，狼丁切，鼓声来扭，鼓韵十二步。连芙蕖之实也，从草连声，落弦切，鼓声来扭，鼓韵十四步。二字与根相同，故双声得假借。好，双声我们举的这两个例子，荣与耳，这两字同从耳得声，是字根相同，查它的声韵，还有都是泥扭，所以我们这里称它是双声假借。同学们要问，为什么前面同音假借里面字根相同，我们称它是同音，这个容易耳字根也相同，为什么说它是双声而不是同音呢？想一想告诉我，不要一切都依赖课本，要动动脑筋，为什么？谁想到了告诉我。我一再的说，一再的提过，好，我再说一次，声母与声子之间的关系，声母是声子的注音，记得吗？所以在造字当时，它必定是同音。然后字音
随时间会演变。因此，原来同音的声母声子之间，随时间的变化、语言的变化，它声母声子字音也会有变化，有的韵变了成双声，就像我们现在举这个例，容与耳，韵变保留双声，有的是声变了保留叠韵，是下一节我们要举的例子。叠翻过来，叠韵通假，现在弄清楚没？弄明白没？自己说一次。声母为声子，声母为声子的注音，造字之时必定同音，后来演变。说大声一点，让大家听到。好，你代表说啊。声母是声子的注音，所以在造字的时候，它们必然是同音的。后来呢，产生了演变的关系，有的是这个韵呢，产生的变化，有的是声产生的变化，那么韵产生的变化，它的声不变就是双声，声产生的变化，它的韵不变就是叠韵通假。大家鼓掌。每一个同学都要像开吉师这样说得清清楚楚，下次来我要一个一个问，说不清楚我就去请一个戒尺来。很高兴终于把这个问题让同学们牢记在心里。现在我们一起唱歌，来，接着唱。